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诊间啊，常常阿公阿妈带着孙子来啊，那么告诉我们说啊，他非常紧张。为什么？他摸到他的孙子啊，这个耳朵后面啊，脖子这个上面这个地方啊，有这样的一个肿块。摸起来还不晓得这个情形啊，那所以会非常担忧啊。那么来诊间看呢、啊，这个绝大多数都是淋巴的一个增生，淋巴腺肥厚的增生肥厚的一个状况。最主要就是因为有时候一些病毒的感染，或者是某一些表皮的感染，它都会引起我们淋巴腺的增生，因为这是我们的防御体系啊。好，大家想到淋巴腺，大概都想到脖子这个附近啊。其实啊，身上的淋巴腺是无所不在的。譬如说，这是我们手肘这个地方，大家看到绿色这个，这也就是淋巴腺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淋巴腺其实在很多地方，像我们的腋下这个地方，它也会有一些淋巴腺。这个绿色一颗一颗的，这个都是淋巴腺的这个情形。那脖子那里更是啊，因为这些都是交通渠道，也就是外在跟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当然要守着，要有重兵驻守在那个地方啊，避免那个有细菌啊等等的一个异物啊长驱直入啊。那相对于比较末端那个地方，像我们手这个地方啊，它淋巴腺基本上它就没有密度那么高的一个状况。不过手啊，那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手的一个结构啊，也可以了解它确实是蛮复杂的这个状况。那么神经跟血管还有肌肉韧带彼此之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合作，才能让我们手可以去做很精巧的那样的一个动作。那所以它神经的管控啊，感觉神经也是很需要，因为我们手不只是运动功能，感觉神经感觉的功能也非常重要，所以感觉上就透过这样的一个神经啊往上传。我们手指这个两边都有神经啊，所以如果一边受伤的时候，它可能指尖的前面的地方会麻麻的状况会产生出来。那两边那动脉也是两边从这个地方来往上，然后中间的一个韧带能够把我们的一个手部功能做很好的一个调整，手掌中间还有一些肌肉群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协调合作，才能让我们手这个地方啊，去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啊。因为手它对日常的一个影响，我们要握住东西啊，这基本上你手痛的时候就会了解到这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状况。那握住也有力道的不同，有时候要很用力的握，轻轻的握，这个掌握度都是不一样。像这个无尾熊啊，在树上啊，它不是只是靠着那个树干去给它撑着那样的情形啊，它要抓住那个东西啊，也有它很特殊力道的一个考量，因为它手指的这个结构是跟我们人不太相同，它有两个拇指啊，所以它两边拇指跟手指头对掌的那个抓力啊会比较强，这样的话它爬树爬得好，在树上睡觉也不会掉下来的一个状况。所以大自然界、啊、非常非常的一个奥妙的一个状况，就是它手指大拇指这个地方啊，在手这个地方有变成两个这个大拇指啊，那跟其他三个手指可以互相的一个协调来做这样的一个握住稳住的这个动作。好，这个手的功能在人的里面啊，这个很重要，就是拿东西啊。一幅画，大卫霍尼克、啊、这是英国的20世纪的画家，大家可以看得到，在这个画的到底是什么？这是这一位画家他的自画像，然后这是另外一位画家，所以他把他的一个画作拿着，要似乎要表示对这一位他的启蒙或者影响他很大的一个画家表达尊崇之意啊。意思就是说，他私底下学习他的一个精神啊，还有画风啊，然后有他的另外改编出来的一些风格以及成果、啊，他要呈现给老师啊。那大家想，这个大师是谁啊？毕卡索，所以一个画风的一个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影响？所以大卫，大家想，刚刚那位大卫霍克尼啊，他
这个一定也会画风画起来，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立体派，然后很复杂，情感的因素、色彩的因素，让去凸显那个冲击出来。哎，未必啊，它宁静也可以很革命，宁静革命啊，意思说它看起来是很宁静啊，很好啊，很安详啊，是这样吗？所以这个画家真的有他心理层面的力道啊。这个答案在哪里啊？我们可以看得到，你看，在这里，这个男生在这里。这个是啊，跟男女关系非常疏离的那个感觉，中间还有挡着的那个石头。然后你看这个男生看到他的时候，那个手紧张的可以握出汗出来，那两个关系的紧张啊是不在话下。那另外再看啊，他除了这样的一个女生的一个表情，也是好像不屑一顾的那样子距离以外，这里更有那样的一个好像。代表的是那种原始啊，或者是说冲突面的那个图腾在那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表达宁静啊，未必是表面的宁静啊，宁静背后可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那样的一个紧张感。甚至他描绘的是他爸爸妈妈，画家的爸爸妈妈。你看老年以后，他做他的，他发呆他的。两个人之间，中间不是石头，是那样的一个家室，或者是家中的一个储藏的那样的一个空间呐、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更何况是亲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笔下画出了另外一个风貌出来，然后他也画出没有人的那样的一个空间出来。你看，这人在哪里？人在游泳池里面，只见水花，不是见龙，见首不见尾啊，只见水花不见人影啊，跑到水里面，因为人世间没什么好。留恋的那个状况，待到水里面去，因为阳光很强啊，所以用这样的一个画作来表达内心的那个情形，也有他独到的那样的一个层次感。不过加州的阳光，他在加州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加州的阳光啊是当然比较强。不过现代人对阳光的迷失啊，我们可能也要提醒大家，因为阳光还是很重要，有阳光我们才能够把身体上维他命 D 啊，我们自己可以生产的，把它转换成活性的维他命 D 啊。我们自己生产的维他命 D 如果没有经过紫外线阳光的这样的一个洗礼的话，它没办法这个转变成活性的，也就是没办法发挥它的作用。那你吃了再多的钙也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只要手这个地方露出来，脚有点露出来，或者脸上这有点露出来，脖子露出来，只要在阳光有接触的时间，一天10到15分钟，这个维他命 D 的量是足够的。那你说10到15分钟，哎，这好像不是很长的时间，确实，但是很多人做不到。所以我们现在对于钙质啊、骨质疏松的问题，都是强调只是钙质的这个成分，而忽略掉维他命 D 的重要性。那你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吃一些维他命 D 就好了。维他命 D 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啊，所以意思就是什么？吃多了会囤积在我们体内啊，也是会不好的。所以这个既然我们自己有，为什么不出去动一动，跟这个自然界多所接触？同时快走的一个过程中，心肺功能的帮忙，15分钟运动每一天，哎，这个绝对有好处的。那同时对骨质的这样的一个密度的一个维持，也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然后骨质密度我们要给它数据化，重要的是合适的一个检查方式啊，而不是非常简便的那个方式啊，它得出来数字的可靠性啊，有时候会有点问题啊。那我们对我们的长辈啊，有时候也要注意到他的姿势啊，其中一个姿势啊也要很注意，就是他坐在椅子的时候，跟后面的墙壁啊，他的头部枕部这个地方跟墙壁啊距离有多少？因为如果这个颈椎这个地方已经是骨质疏松，它自然这个身体会往前倾，潜在性的、潜伏性的那样的一个骨折的时候，这个角度这个距离就会变大。正常是0到1公分左右，它就可能变成2到5公分、3到5公分左右的状况。另外一个，肋骨的边缘跟我们的骨盆这个距离呀、啊，手平举的状况，正常的时候一定会有3个指腹左右以上的那样的一个距离。如果那个距离变小，譬如说不到1个指腹啊，不到2公分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骨质密度不好，然后整个凹陷下来，结果这个的距离啊就会受到这样的影响。所以补充这个钙质啊，大家知道这个气质很多啊，还有豆类啊、绿色的一个植物啊、金针啊、海角、海带、香菇啊、芝麻等等，都是可以去摄取。我很重要一点，该摄取的最多的是40岁以上的女性，该摄取的量是最多的。
多吃点钙，多晒点太阳。欢迎收看。